有意思，李月来的小家伙，你这个方法真的能招揽到客人吗？信我的，准没错。怎么样，胡桃，这道生意我够了吗？我都坐牢几个月了，这下可以陪我回湖里了吧？哎，绳子怎么也在这儿？原来胡桃你们认识了？啊，你是公司大人啊？我这不是来道奇扩展业务了吗？他是我在道奇生意对接的人而已，嗯，姑且算是吧。这样。哇哦！神子，我可是老朋友啦，我也正打算把他介绍给你呢。这家伙事先刚刚我下挪了。好久不见啊，小家伙。哎，干嘛？我啊，跟胡桃可是早就认识的好朋友了。哎，哎嘿。乃山好，谁是你朋友啊？胡桃好凶啊！哎，小家伙，平时胡桃也这么对你吗？哎呀呀，真可怜啊！还是神子好呀。这家伙，头好昏啊！跟着我说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啊啊，搞快点！醒了就好，现在开始刷业绩了。